Nice， 好了好了，我都跟杰克慢慢烧，他打不死我，我也打不死他，他炸自己。哎呀，我就刚好而已。那么我们现在有发光，专注看那个，还是发光？我们没有发光，我们没发光。发光没有，没有再又再放一下，能不能再放一下？好像不够。好像不够。我刚刚看另上面的箱子还有一组冰宝石。有。头上的箱子。不是没有那个了，你们有人有那个吗？有那个。没关系，直接发吧。好，那我就去发了。啊！我一倒，我一倒，太多人了。帽子没了！哇，手榴弹！啊，他们攻进来！哎呀，一袋！家里小心！斗士的那个防御真的超级高！斗士好强，该 nerf 了吧？嗯，他五哥。好饿啊！我出去，我出去贴他。我出去跟他们。我看到他自己在中间。喂，他自己上岸，他自己有发光哦，很明显。好。哇，烧死！没事，免洗。他没给皮哥吗？左边哦，他记左边，他记在树上哦，他剩三滴血，他记那边伤人的，他记家里，你快正面用炸的，那个毒哦，我的天，砍一下他记很残血，有刀，正面就小心，家里正面是杰克，正面是杰克，有我再三秒，没办法，我没办法，好痛，对，不要跟他打。疫情过了没？过了。完全一点矿物都没了，是不是？啊，在左边那个箱，左边那个箱子。其实还有那个啊，还可以常驻发光跟无敌。能够无敌基本上就 OK 了啦，无敌这样子下去可应该是够吧？对啊，零零，将你拿十个绿宝，然后在巫师那里，他们一过来你就用那个阵营无敌令。哈基在绕啊，左边哈基，我们会跟你喊，有哈基我去打他。他们其实要赢的话，就是那个杰克来挖啦。嗯，他们现在几乎全部人都在家里面，他们可能在等候一波。我觉得他们无敌一波来挖之类的。嗯，真的是斗志太强了。真的，我的身都没有办法回不回来。那木剑也不用什么啊，攻击四就。不晓得哎、欸，就还是觉得很疼。我们没有怎么附魔防装的关系吗？没有，都是没有任何职业可以克。你叫他们其他人跟我单挑，他们都单挑不赢啊！他们赢只有一起。一飞冲天哦！一飞冲天，头上有这德比我。哎呀！哎，中间跳恰恰，单挑啊！中间一堆人，没好拖。都是，哎，后退一点哦。他们想配合哈基。那个阵营无敌。好。疼啊！哇，被砍掉了！居然，
啊！有至少我们无敌无敌。他这个要绕侧边，要小心哦！啊，他直接冲进来了，没有办法。玲玲还在那个吗？OK， 我走了，我走了。好、啊，我想说放一个声给你们。放智盲，有有有，他们没有破无敌，他们没有破无敌的，他们有人要准备去破无敌哦，家里的、附近的小心哦。他们都在家里，有在头上哦。他们想破无敌了，他们破无敌了，他们破无敌了。哈基哈基哈基，啊，杰克，碎碎碎碎碎这无敌六六六。我打那个尤里克，打尤里克，打杰克以外的人，反正有无敌都不管了。哎，我重生好久。没事没事，就剩杰克一个在家，打他会有那个反击。好麻烦，趁现在无敌，赶快！你看这都是超扯，这个血量什么意思？越打越多哎、欸！我去追他，我去追他。然后有用技能，但技能他的血是暂时的而已。强制点名，有你这两波无敌无敌啊！差不多了，他们跑过来也结束了。哎。哦，刚刚第二个无敌谁用的？零零八好像，没有，我只用了第一个。最后有去补一个无敌。我只拿十个而已，所以整一次。嗯，谁补的无敌？结束了。第二只无敌。不知道。买一送一、哦。还是没有，他们没有破。使用保护消失。有啊，他没有破吧？有啊，我记得中间有啊。哎、欸，那手上我们没有挖到。有，我们至少靠无敌令，有上次翻回来了。薛英的网络还行吗？不确定，不太确定。没事，我有点危险。再看看。好，你先上去。好，那投掷物宝、这样啊，这样啊。对啊，我了。有啊，这个直接太硬了，都是无解。好鬼啊、哦！是很硬，应该有解啦，要让他中毒还是什么之类的，会用力量打他才比较有解。主要是最后破坏力没有、没有破坏掉发酵，嗯。那你看一下我冲过去，因为我只是装备没有去附起来，不然的话也是几乎就是一个进去。基本上无敌很难打、啊。对，感觉他衣服也有宝山。是肯定太强了，就是还有没有什么东西让他那么强，就好硬哦、喔。伤害再减嘞，而且他对啊，你虽然说是风力三，我风三燃烧一啊，可是打到尾了，超痛啊！是我养的，可爱吧？不合理，就是没有不，因为我知道他身上有反甲，但是没有打他还是很痛，就是被他打也是血是掉超快的。然后我也是啊，我这个木剑其实也只有燃烧一，也是。狂砍猛砍，上面是写伤害多少四吗？四而已 啊，我的是六，因为你有风力吧？对，然后加燃烧、我拿下来我的东西，等于铁剑，就不晓得了，就是他完全就是一个超 meta， 然后我们原本完全无解，然后有一个斗士就稍微可以打了，即便装备没有。没错，我申请结界是强一点，他的结界一打就没了，我好生气哦。真的吗？也是一炮就没了，一炮就没了。他应该没变吧？结界没变，结界没有变过，就是都是对，就是要保护一下啦。就是要不要记得去守一下那个核心？结界要把它核心，因为这些都老屁股了，我们就他们会快速砍结界。对对啊，你结界其实你放你旁边可以放木头去把它挡住。把它遮起来，对，可以遮起来，嗯，这是一些方式。幻魔者一炸就死嘞、他好脆、你再看看，就是一个都是完全打不动。好，再看看一下，真的连生都是，我连生都奶不起队友，唯一干掉他一次是我用那个力量。而且那时候我也是斗士，我也只是拿木剑去砍他。我想说，我突然变好痛，好痛。对，就是利用了力量的时间去砍。而且我后来看到你有用力量的时候，就是如果要进攻，我就开力量值进去砍。嗯。伤害四会很啊？不晓得，就这个伤害不太确定，可是就真的超强。
然后弄到这边铁剑，铁剑啊，然后确实是硬过头了，硬过头，真硬过头。不过其实你拿看创造，你看那个玉髓装的那个防御属性，跟你们现在这个装备其实是有我有条弱的，它强度是没有的，而且它盔甲还减一。就很神秘，跟铁装的话还是比较多啊，可以铁装是加一盔甲抗击退，加六生命，而且你盔甲强度是直接拔掉了，对，对，没有盔甲，没有盔甲强度太强了，所以这个拔掉正常，就等于说铁装再加一盔甲的概念，像刚打你们其他的一打一也都完全都是压，啊，是你们三个配合都不行。对，你们三个还有那个凋零咒术，这真的，我觉得幽丸的那个职业也是偏强，咒术师好猛，对，那个毒好猛，毒好痛，那毒多久啊？毒真的很痛，九十秒一发，而且是一个青金石，毒十秒，真的，他真的很痛，那个毒很强，对，那个毒很强，没有解药，我的毒没有解药。好烂哦！因为那个啦，那个斗士是我 buff 过，因为之前测试他们是说太废了，但我 buff 就是多加了6滴血，嗯，结果变太强了，奇怪了，我不知道哎，我觉得血量好像还好，就是很硬啊，他超硬，我可以理解，就是他伤害要很低。所以原本还想说，应该木剑都打不痛，可是事实上就其实还是很痛，然后又超级弹。原本拿那个风山的铁剑打不赢他，斧头暴击、铁斧暴击打不赢。在研究，在研究。我再看看。我觉得读出斗士就要出另一个职业，要去 counter 他的。今天网络好像又炸了。那就是 有感觉到，但是你要下次再来。我只能下次了，现在真的没办法，一直炸。好哦，你是就是新人传统。我也不想的，我本来想说，一开始还好，还蛮顺利的，但是到后面就因为下大雨，然后就炸了。那下次再来。好心塞哦，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我们下次见，下次一定，拜拜，谢谢。宝三，我是还没开技能就很硬了，是不是？对，对、啊，我基本上我刚才有说啊，我中后期我基本上不用开技能，除非快死了才开技能。技能我觉得 OK 的，因为他技能其实没有回血，他只是暂时的血量。对对，所以我觉得技能合理，因为就算那个暂时血量，那就是大家就跟着他，然后等他恢复就可以砍掉他。哦，然后玉髓的抗击退我也觉得很优，很强。抗击退是跟战斗应该是还好，我就跟平常打不太一样。哦，或他有虚弱之类的。他虚弱的话会变成是因为虚弱是直接就是减四颗伤害啊，多少减很多，等于说拿木剑你就没什么伤害了，一或二而已的。对啊，那就是他的存在啊，因为他就还是很硬的、啊、因为他硬这点是完全有目共睹，超硬，他还有这样的一个伤害的话就打不过。前期就会超强啊，因为他你有没有你一定要有附魔装整个大起来才有办法砍动他。不然我们这一场给那个整地方块永久给斗士都先虚弱一试试看一场看看。好，那要观众场内脏都行，都好，都好，迅速让观众来都可以，好，好。气靠没？我们时间刚刚那场比较久啊，我们这场迅速一点的观众场好不好？希望大家可以妥妥当当。斗士不晓得，因为原本看他的说明，我可以理解
就哈基想要的、啊、就是它是一个很硬的坦克，但本身攻击就是没有嘛，因为 才是木制品。但实际上就是发现木剑打意外的还是很痛，那就是可能本来木剑就这么痛，但因为它太硬，所以就变成是你平打还是有很强的优势在。对，而且它因为直接是宝三的装备嘛，所以等于是你前中期是超强的，就是对方如果没附魔，那你是这么硬的，所以你照样还是可以打爆 对手。嗯，今天十二个人啊，来一些老手来测试看看。我反正对啊，我觉得给虚弱是合理的。因为他重点就是他很硬的过去嘛，而且他其实是可以拿稿子的，所以这个斗士来超硬的去挖免洗挖，其实也是超强的，因为你有装备，然后又很硬，可以再试试看。我们刚刚我没有换斗士也打不过。